生日礼物，拍开看麦啊！哇，你修理好啊？为着这个手表，我问过大大小小的店面，伊拢讲收旧啊，无要修理。你哪有法度啊？我本自在呢。甲你讲啦，这个头家哦，本来嘛毋紧斗相共，是我答应哦，以后庙内文书哦，会方便啦。 伊才讲 OK， 伊处理，你看卖我牺牲个。为着我这寿星牺牲一个，会使吧？安德，这个表遐旧啊，而且你平常时嘛无挂表个习惯，哪会重视？这手表毋是摕来挂个，这是我的收藏。是毋是有啥物特别意义？安德。 放出来，听看麦啊！妹妹啊，妈妈今仔日哦会看我转去，啊你爱乖乖写功课哦，我透早出去佚佗，啊我吼无买你爱食的啊，啊转去我才陪你食。妹妹，啊你要去毕业旅行，啊坐游览车的时阵，也会记得穿外套。 感冒，啊你若感冒，拢比人较紧，啊好拢比人较慢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感觉感情还阁足好诶，啥物代志我拢会甲伊讲。后来要再陪顾做医生，就较无时间陪我，阮两个慢慢啊，就较无话讲啊。大汉了后。 我嫌伊啰嗦，伊嫌我无听话，阮两个就开始相骂冤家。即马恁知影，这个录音对我来讲有偌珍贵啊！安乐，其实看会出来，阿姆足重视你的。虽然有较偏心你的哥哥，阿姆过伊心内嘛足袂得过。 若是有法度，你就常常陪伊陪伊开讲，甲恁的性格拍开。我甲阮妈就是两只刺猬，若徛较歪的哦，会互相插来插去啦。我阁考虑看卖。哥哥，嗯，多谢你替我走总，你真正就有办法呢。先卖收啦。 即马敢若是我的礼物，啊，枢纽送你，你也袂收着啊？嗯，赶紧照看麦啊，哈，看清楚。加一个录音。仔仔讲你要倒去厝的住，我听了了，我足欢喜的。啊，若住的关系。 你即马阁加一岁啊，做啥物代志，你千万莫遐尔冲动，你毋通袂记哩。你靠厝的人，妈想要唱一条生日快乐的歌予你听，我毋但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 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哎哎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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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好啊啦，安乐，过生你爱欢喜，就是讲到底是安那要伫咧江来办公室，伫安那办生意啦。迄是因为哦，起标进展，啊，顺利甲安乐啊，常常来遮行行呀，想袂到要起好了后，两个人常常咧冤家啦。我就想讲哦，何伊来遮办生意，佮收到顺利礼物哦，就当作是一款。我叫侯盖。妈，
来妈家。当妈大伯死，你都哭个安尼啊？拄则哥哥讲，你转到普通病房啊，我就着急想要来看你，看到你倒伫遮，我常常感觉，我是安那要甲你倒去，也那要讲等到你受伤住院啊，才要回来。妈，我唔对啦，我就不好，你原谅我好无？妈已经足久无好啊，给咱。安乐，孙娘看到你哦，气色拢加较好啊，规个面红气气啊。你嘛是，啊，不过是哦，靠到红气气啊，这嘛是另外一种哦，无加良心啦。人咧讲哦，查某囝个大心啦。啊！你即马安尼哦，哭到要死，较早阁赤白白，我即马看起来，感觉有一点仔无惯势。你着爱听我甲你应嘴应字哦。好啊，等我若哭煞，你着知影。你拢无去甲我偏心，想叫你送我一个遮尔有意义的生日礼物，本来阁有淡薄仔计较。啊，不过想想的，煞煞去啦。为着我，着真正无够遐尼贤读册，遐尼听话。而且，伊是你娶的，我是阿嬷娶的，当然嘛无共啊。你叫是我安尼都无听你音啊？孙女，刚讲阁有别个原因咯？哦，无啦，都。因为迄当阵，因妈妈都怪我拢无把这厝照顾好势，所以哦，就差要跟我离婚啦。啊，来啊，是因为有你，所以的才放弃这相关。啊，伊心内可能有做些妄动啊。伊就认为哦，是你拖累伊，所以才会害伊过来才辛苦啦。所以你甲受委屈。出在我身上。其实我甲你生来了，我嘛是要甲你听过啊。啊，不过难道真正无遐尼啊好个？阮一个人嘛无法度栽培两个囡仔，这都是现实的。你也无法度了解哦，咱两个唔知，感情会愈来愈远。好家仔，提供袂到三工。啊，趁安乐生日咯，互恁个性格拍好开，恁个感情哦，以后豆豆啊，不用等来就好啊。对，所以哦，安乐唔只安尼，赶紧转来看你。安乐啊，你来别怪哦，能怪妈妈，你怪我了哦。这袂当怪妈，嘛袂当怪爸。我伫外口的时阵，你嘛足操烦的，常常甲我关心。住在哥哥嘛真照顾我，我其实无啥物损失啦，顶多是妈，一定搁较辛苦，心内有话无得讲，你足艰苦的吼。唉，也毋过不要紧啦，今晚我回来啊。代志过就好过，莫搁藏伫心内啊！好。妈，你以后会常常看到我哦。啥物失礼、歹势的话，拢莫搁讲啊！你敢若像以前共款，帮我爬遐捡鱼刺，安尼就好啊。嗯。妈妈一定做会到。无咯，毋若是安尼啊。过来哦，去游山玩水，四界佚佗。够啦，天气若好时阵哦，孙娘你陪安乐哦，
送外送啊。哦，那趁钱啊，佚佗，偌好诶！坐乌托邦你会惊哦？我会当行较慢尔。恁妈妈毋是无想要坐乌托邦啦，是无法度啊，已经半身不遂啊。为明仔才开始，我就会成为叶志成的秘书。啊，你清清菜菜就找一个身躯边的人，那唔惊家贼难防。我当替你做担保。你就好好啊，接近叶志成，立辟大业集团。你买账，买帮我一个人。是不是爱甲身家背景，都无咱知影？我这点要求，敢会过分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 ，PP 石墨烯智能超导杯。